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们的这个 Yes Game 练习生啊。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吧？啊，了解了。看到你们在点头了啊，看到点头了，我看不见。那对，来，我给你弄一下，给你来。能不能整帅一点？整帅一点，西部牛仔，更帅了。对对对，就稍微这样，啊，这样可以。那我也这样来，我不需要我，你不需要，我知道。压在死吧，来，可以来了，开始吧。先给镜头看一下，第一口。粉丝先吃，我这个是对的吧？啊，我这是不是对的？对的，对的。来，啊，啊，这个不能拍，这个不能随便。你先吧。我的是男是女？你猜。有这个吗？来，你问我。男的，帅哥。啊，信息量很大哦。我的是男是女？很帅的美女，很帅的美女，对，来点详细的。很帅的。再问一下，他是干什么行业的？他是，我觉得他算一个旅游的标志型吧。旅游的标志？不是，旅游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在这里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家乡特产嘛，塔飞燕，中国旅游。他是 idol 吗？他不是 idol， 他在什么综艺上出现过？他没有在综艺上。啊，在综艺，那你让我猜什么？我都不知道的。他是一个旅游啊，旅游，旅游。他在哪儿旅游？啊，旅游，又没在综艺上出现过。嗯，旅游。你看我问了，袁隆平。他上过什么综艺？快乐大本营。他跟谁合作过？他跟那个小白马合作过。小白马是谁？小白马是谁？小白马是谁？你别动我，快点。真的是小白马合作。真是小白马。嗯，大张伟。大张伟。阳光彩虹小白马。到底是什么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姓啥？ Z 开头的。我这个是几个字的？两个字。你是演员吗？也算是。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就是以帅闻名。简单的事业，刘德华，是不是？刘德华三个字啊？两个字。OK， 我问了，我先问。好难，他长你不长啊？我们他是我喜欢的类型吗？是我欣赏的类型，也是你欣赏的类型，肯定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曾说过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。好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哦，你干什么？这个是吧？周笔。嗯，你猜错了，你要想打的呀？就是的。是是是是是。是吧？嗯，那我就是。我知道。看，厉害吧？来，那我这个第一次第一个字开头。第一个字开头也是 Z 开头。也是 Z。哎，不是，是 D 开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D。D。嗯。小白马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小白马是他的好朋友。我动物园大白马，黑白马。大白马，小白马是动物，真的是动物。小白马啊，他的朋友动物，他的动物朋友。风筝。粉丝先吃。刚刚我输了，我先问啊，我这几个字？你这三个字，我这几个字，你这三个字。他是男生吗？不是。他是男生吗？是。哦。他是鹿晗吗？不是。他是 NONO 吗？不是。他上过中国有嘻哈吗？不是。有没有参加过中国有嘻哈？这就是街舞。这就是街舞。哦，我就是这就是街舞。我就随便一说。哎，张艺兴。是。是。哎呦，我自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没完成呢。黄子韬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是黄子韬的朋友吗？是，是黄子韬队员吗？不是。再提示一下，我跟他有幸见过一面。
但是没有说是那种啊，你好，见过一面这种啊，是那种，这种见过一面，这种见过一面。他是唱 rap， 马思唯，马思唯，对。哎呦，你这个真的是说的一人不搭一人。我说他上过，他是黄子，他，那是啊，他跟黄子当时好朋友的吧？你都天天有阴阳的。天有一遍，我这个三个字吗？不是，两个字吗？不是。哟呵，一哟，我这三个字吗？是，是男人吗？是，我这是男人还是吧？这不是，不是男人。欧阳娜娜，绝对是欧阳娜娜。三十岁之内吗？是，我这个年纪大吧？大了，不能 US 年龄，不能提，不能提。男孩的年龄就可以提了，男孩子没事，女孩子年龄不能提，没问题。四个字，好、哦，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猜到了。什么？我已经猜到了。是吧？我眼睛儿辣，辣目洋子。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，好难呀！你给我来点阴阳的，我给你来点阴阳的。我也给你来点阴阳的、嗯。他很帅，跳舞很帅。跳舞很帅，在我看来。王嘉，王一博，王嘉还是王一博？王一博啊，呸！王嘉，王嘉，王嘉，王嘉啊！算你猜对了，我这到底是啥、啊？如果我拿下有个东西叫做热巴鼓，一个热巴前辈是这个戏，我怎么想到？你赢了还是我赢了？我赢了，又有惩罚吗？我们私底下再商量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次我再惩罚他吧。吓死！点这还在记仇的，拜拜拜拜，欢迎来到看谱相应金蹦蹦，解析形容精神旺盛的样子。造句：虽然体能训练练得我们气喘吁吁，但是只要给我们五分钟休息时间，我们绝对又是一群金蹦蹦的小伙子，跳得起劲的很咯。金蹦蹦，虽然体能训练练得我们气喘吁吁，但只要给我们五分钟休息时间，我们绝对又是一群金蹦蹦的小伙子，跳得起劲儿的很咯。四川方言学会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